加油加油！哇，你看这水从那个岩壁上流下来。哎，对，昨天你们晚餐喝的、吃的、煮的汤啊，你们的现在的行动水都是小杨来这边取的。哦，就是在这边取水。对，哇，其实这里并不是真正的水源。这只是因为这个礼拜大概下雨哈，因为山泉水流下来，这边如果说一段时间不下雨的话，这边会干枯掉。你要不要试试看这个山泉水的透心凉的感觉？好好好，来，哇，这边都是青苔耶，小心啊！对啊，啊，哇，很棒，更棒，就是哇。哇，这边水好冰凉啊！除了冰凉以外，哈，它有一种非常甘甜的感觉，这真的是自然的泉水啊！哇，这感觉，我觉得可以再喝几口。Jeff， 你要小心了。我听我们周族的勇士小杨讲说，这边的水不能喝太多。为什么？因为会蛀牙。为什么？甜到会蛀牙是不是？开玩笑的。不过我们还是不鼓励你生饮一些山上的泉水，最好还是煮沸以后再喝，这样比较安全一些。对，因为我们难免山上原本那边有一些野生动物的腐蚀啊，或者昆虫的。虽然这边有经过大自然过滤，不过我们在山上还是要注意到，我们最好是煮沸再喝。哦，是是，好，知道自然泉水的冰凉甘甜啊，甜到会蛀牙，为什么？这个泉水棒，它让你顺顺的喝，心甘情愿的蛀牙，完全有资格被奥林匹克运动会指定为蛀牙专用山泉水。姐夫喝了几口，果然银牙一咬，挺身上路，顿时脱胎换骨，展开新一轮的登山人生，攀登他目前为止的人生高峰，也就是这些山泉水的来源——秘鲁山顶，而途中还会经过泉水雕凿出的艰难地形。行，这边比较湿滑一点，这岩壁哈，我们小心走。好。是不是有那个点可以踩？好。有一个船在这边。老总，好。哇，看到西湖哦！前面有一个西湖，有瀑布。来，对。真的看到瀑布哦，很漂亮，非常漂亮。对啊，来，小心。哇，来到这边的话，你就要大口深呼吸啊，因为这边空气很清新。你看那瀑布下来，这边会有很多负离子。负离子、哦。对，你要说阴离子，那这个吸了对身体健康有好处啊。对，除了赏景之外，可以用力的深呼吸。我们待会就在一个陡上，就快到登山口。这段路给我们一个启示，那就是登山如人生，总会起起伏伏。没多久，我们就知道这种启示一点都不准，因为接下来的山路几乎都是苦哈哈的陡直绝壁，只有上没有下，这样的人生未免太辛苦。不过，人生总有意外。你要看到一个很应景的一个景象啊，看到哇，今天是双十节，真的有人带国旗来到这边啊。哎，要到你们好，你好，哇 ，Hello， 辛苦了，辛苦了。哇，今天很特别，有人带国旗来爬山啊，怎么会带国旗上来？因为今天是中华民国99岁的生日啊。哦，谢谢。不错，很开心，国庆日啊。哦，没错，希望大家一起为中华民国过生日啊。对啊，那边还蛮特别的，蛮特别的、啊。哦，哎，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从屏东。屏东哦。对。哦，那你们要上秘鲁吗？尽力而为，再考量一下。
国旗都带来了，要上去啊！对啊，有机会上去啊，山不会跑掉了。这样、有机会考量一下。那这样子好，这我们交给我们年轻人。好，没关系。那麻烦国旗呢，就交给我们这位帅哥带上我们的碧路山。哦，谢谢。好，麻烦你了。哇，真的很有这个今天这个荣幸啊！加油，加油！我会帮助你们完成。好，加油，加油。那表示你们就不上去了。对。这真是赚人热泪啊！差不多就像杨慧敏送国旗到四行仓库那么感人。十月十号真是奇妙的日子，好像用什么方式表达爱国心都理所当然。队伍里有点年纪的人也忍不住回想那个国庆日早上去参加登山自强活动，晚上去参加爱国同心晚会的热血青春。好吧，背国旗的任务就交给我们，我们不会让大家失望的。大家到这边开始换挡。哇，麦哥，这边海拔多少啊？这边接近2600公尺。2600？对，那我们待会就是一路往上了。一路。所以这边就要换成四轮传动了。四轮传动啊？对，四轮传动。连手都要一起。对对，因为过去就一直抖上。好，抖上到碧路山顶。所以我们待会要爬将近800公尺、啊。听起来很短啊，可是那个路程应该是非常艰辛、啊。八百是落差，距离不长，但是落差大。哦，对，对，所以我们在爬的时候小心点。后面也是有几段这个比较峭壁的地形。好，有一段要拉绳子上去。好，那我们就要都要小心点。好，那就呼吸调顺，然后步伐调好，然后就慢慢往上爬。好了，加油了，出发，出发，出发。为了采集优良母树的健康树种作为育苗造林保存种源之用，林务局委托采种人在中横沿线采集云杉、黄杉、红豆杉等树木的种子。采种人具有高度技巧和胆识，爬上数十公尺高的树木作业，多半夫妻为一组，以四季村族人为多。